大家好，我是耳科赵医生啊。今天周四，全天的门诊啊，结束工作，跟大家聊一聊耳内镜对外耳道的操作啊。今天这个比较传统啊，清新，没有血啊，没有血，一位啊，不能说一个哈、啊。一位90岁的老人啊，双耳天然的形成，没有后期棉签的加工啊，自然形成的外耳道叮咛栓塞啊。老年人和儿童是两类叮咛比较容易多的人群，相比较而言呢，儿童要更多一些，比例更高。老人呢要比儿童少，但是比青壮年要多一些啊。这跟老年人皮肤的功能啊，自洁功能退化有关啊。双侧外耳道，它这个比较松散啊。其实说，即便不做这个软化，直接冲洗。也能冲出来，但是我的习惯是耳内镜清理吧。你冲洗这东西，一个是有的人对冲洗这个水流的刺激本身也不舒服啊，另外一个，当然有一部分人会享受这个冲洗带来的这种感觉，这个因人而异啊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我不愿意用冲洗的，就是说，有一部分人会有这种鼓膜穿孔，特别是老年人，因为现在的这个，特别是城市里，儿童的出现中耳炎穿孔的概率是比较低的，小孩相对少啊，而且儿童很多有的时候不配合啊。所以冲洗呢也说得过去，但是老人的话，年纪越大啊，那么因为年轻的时候医疗条件可能差一些嘛，咱们国家也就是最近这几十年才好一些的啊，以前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啊。那个时候中耳炎穿孔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啊，有的时候就是清理着清理就发现，哎，里边有一洞啊。所以说这个啊，老人我更愿意是直接去操作啊，除非当然有的时候也有一部分老人，情绪比较焦虑啊，比较紧张啊，那再说软化的事儿。但凡能够直接配合的啊，一律直接去清理。在门诊的设备啊，以及时间允许的情况下，优选耳内镜操作。当然是以后硬件条件不够啊，时间也不允许，那是另外一件事儿啊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。老年人的叮咛栓塞呢，对听力来讲起到的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。老年人听力下降，主要还是年龄方面相关性的啊，这个听觉功能的衰退啊，这是自然规律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各方面的机能逐步的退化啊，有的快，有的慢，总体规律是走下坡路，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去逆转或者是延缓的一个趋势啊。只能说平时呢减少一些负面因素啊，比方说这种剧烈的噪声。老人本身听力差，有的时候听东西可能本身就觉得声音大，而且喜欢听一些大一点声音，你声小听不清楚嘛。看电视或者有时候就遇到一些老人晚上听这个收音机也好，现在有手机了啊，听这个手机就开的声音特别大，就放在耳朵边上，这种强噪声的话啊，有可能会加重啊，加重这种听力方面的衰退。它这个比较松散啊，像这种瓦片似的，一块一块，里边还有脱落的耳毛啊，
外耳道的最外侧区域啊，靠近外耳道口区是有毛囊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个耳毛好像就上次有一个人提的，评论里有朋友提了一句，好像老人的要更多啊。回想一下，还真是，儿童极少啊，儿童的这个耳毛发育比较旺盛的极少啊，倒是确实是老年人要更多一些。从医学角度上来说啊，清理到目前这个状况就足够了，可以不再继续操作啊。但是因为咱们有这个技术条件啊，把这个打扫干净，这个毛的这个清扫干净还是可以的。当然也不没有说必要做到一尘不染。最后这根毛还比较顽固啊。在里待了几十年了，不想动。离鼓膜非常近啊，这个操作是有一定风险的。现在，电子设备非常发达啊，简易的耳内镜非常多啊。这个看视频的朋友有的时候想模仿，提醒大家啊，这个简易的耳内镜可以自己看啊，有问题还是去找耳科医生处理比较合适，特别是贴近鼓膜的这些啊，你看着我操作容易，试一下，稍有不慎，你容易捅漏了啊。这是它的左侧啊，刚才是右侧。如果说它酷爱棉签儿。使用棉签儿，那这个东西会被压得比较瓷实啊，像个窝头一样，中间有个坑。这个呢，看上去没有任何的挤压痕迹。这个的形成，最根本原因是，外耳道皮肤自洁功能与自己是不是平时去掏耳朵没有必然关联。有的时候，这个洗完澡啊，棉签的这个行为会把这东西压得更加瓷实，或者是说造成丁烯栓塞与真菌的混合体啊，或者是单发的真菌，都是比较的多见啊。所以大家有时候洗完澡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突然洗完澡觉得用棉签捅完以后耳朵听不清了啊，就赶紧打住，别再瞎搞了，上医院啊，找医生处理。比较松散啊，犹如啊，又要用食品做举例了，咸蛋黄啊，类似的，也有说看大，像什么大鸡腿啊什么的，油性偏大一点。这种呢，如果是有大口径隙啊，抵近了，会突突啊，全部给突突掉也可以啊。但是咱们这个外耳道啊，空间范围有限，大口径隙进去以后，内镜没地儿待了啊，这两个之间容易打架。好，基本上可以看见鼓膜的边儿了。北京的夏天啊，快到夏天的尾声了啊，最热的时间快要过去了啊，还可能再来个一周左右吧，一两周左右吧，这个最热的时间就该差不多了啊。再坚持坚持吧，这几天真是
非常非常热。炎热的夏季过去，迎来的就是北京最舒服的秋天了。时间很短啊，北京的这个秋天非常的短。中间啊，中间这个光源自动保护了，断电啊，断电，照明的亮度一下黑了。好，最后打扫啊，最后清扫战场啊，又是一堆毛。贴近鼓膜，一些叮咛的碎块啊，还有耳毛。油汪汪啊，油性很足啊，包了浆了，这个都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到这儿结束啊。一位90岁老人的双耳叮咛栓塞，清理以后呢，听觉不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，可能老人感觉会舒适一点啊，不至于说一下达到年轻小伙的状态，这到不了啊。因为毕竟，神经功能是一个主要因素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周末再见。